捕风的异乡人，当你重新踏上旅途之后，一定要记得旅途本身的意义。这里的七天神像好像受到了那种怪物的影响。无所事事的吟游诗人，他也曾经是个温柔的孩子，现在却变得这样悲伤，充满愤怒。真是大胆！化作焦炭吧！我即断罪之皇女，见识下师父的枪法，打起精神来呀！如果我来演奏真实的故事，你会相信我吗？起风了，真名渡恶真君。再进一步，就能找到世界的真实命运。再次显现，剑为师，剑出，影随，火力全开。在此宣判。